橘子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嘉尔，今天我来挑战这个犀利的20条问题，120秒，准备开始。不知道。看你的爱心吗？看我心情。对啊，那你是红小包办，谁都能够有带入自己的经历吗？一定要这么快回答吗？太紧张，120秒，现在在数吗？看观众怎么接受。因为我身边的 Team Wang 嘉尔工作室，里面的哥哥姐姐们都是在每天都在练我的普通话。团体就是团体的音乐，个人就是我的音乐。今天啊，小白哥，小白哥跟谁？小白哥，但是因为请博然哥是我，就算约他，他也不会理我的。奔跑吧兄弟们，竟然这么多人说是因为我输了，我就想证明一下这次会是因为我赢。小白哥，会哦，不行，对，哥哥你一个人去吧。不学，千万再不要提这两个字，我是有病，不是，我是有敏感。我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说增高鞋垫其实不是增高鞋垫，就很薄的一个，就是为了让我走路的时候更舒服。其实不是增高鞋垫，看我这么矮，我放那个增高鞋垫，我能高得到哪去，对吧？今天我没有啊。我会再买一个。不要再提这两个字，真是，我是有病的。这么大的礼物，原来是一块这么小的饼干。橘子。我没有理想型，我就适合。娶她还是娶他们？娶他们。真正是喜欢我，而不是喜欢他们以为的那个王嘉尔。就直接，其实我很喜欢你，我就会这样说。你也要看是什么情况，不是吧？这么可以这么无理取闹？我也蛮多的，20几个，蛮多的。哇哦，马后炮，九死一生，饮水思源。你想老实看，老实说吗？我觉得最帅，景宝哥、鹿晗哥、小白哥。听到别人对你说过最狠的一句话是？王嘉尔，你一辈子就是这样，你不行。关于你的每条新闻，你看了很打人。一开始我回国活动的时候，很多其他的媒体报道的时候就说，哦，王嘉尔为了赚钱回国拍节目的时候连屎都吃。不要拍我洗澡就好。如果突然发现自己上了微博热搜第一，你觉得是因为什么？我希望的是我的音乐。红毯的时候想放屁怎么办？放啊，又没有人听到。红毯只是我一个人走，也只有我一个人闻到。如果要是拍了演戏的话，对方伸舌怎么办？那我也要配合，我觉得工作嘛，这不是开玩笑，对吧？如果我们带着万本红毯，请问我提一个犀利问题。你有真心喜欢过嘉尔吗？那我就现场给你看一下呗。Yes。你是我的姐还是我的妹？你说你只是今天才认识我，你为什么想在橘子娱乐工作？你是不是想跟你的老板说什么时候能加你的工资？那给你一个机会。有没有微博账号？袜子有没有超过一个月不行？所以我买了50个袜子，50个袜子，等了一个月以后再洗。出道后有没有跟别人表白过？被表白过也没有。有没有私底下说别人坏话？你有。有没有裸睡的习惯？有些时候。有没有洗澡后欣赏自己的身体？哇，这太有，欣赏每天都欣赏10分钟，在镜子面前就哇。如果家人手机里的异性照片有没有超过10张？异性就很多啊。最近有没有遇到让你心动的女生？不是实，就街上走之后什么经过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很漂亮。有没有撩妹失败的经历？撩妹失败当然有。
哎呦，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哇哦！唱歌装唱歌，你系哎，唱歌装唱歌，你话唱歌装唱歌定唱歌装唱歌，对吗 ？OK，how much would a woodchuck give a woodchuck？